念的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哇，哎，四个人，帅耶，哎，结果你们四个，你说你们还做音乐，你们是做什么音乐？对啊，对啊，做自己的创作编曲，你们怎么创作？编曲，编曲，编曲，自己编曲。你们会音乐吗？会乐器吗？会。什么乐器？你会什么？我是鼓手，他是吉他兼主唱，然后他是 keyboard 手，他是贝斯手。鼓手，然后吉他手、keyboard 手跟贝斯手。对对。啊，这样危险呢！你看看后，长大以后会变成这样。会变得你们长大说会这样，对对。长大会变这样呢？所以你们发行了 EP 啦？什么？真的吗 ？EP 叫做……介绍一下，来，威荣。我们今年发。一个 EP 叫《希望》哦希望5月13号已经这个全面上线了，我们到时候一起先去，今天就给大家听一下 live 的啦，好不好？听你们现场表演，你们今天现场要表演了，哎呦，对，好厉害哦，这台湾的新希望啊，来，最后加油！我们才要谢谢你们，哎，我们真的是看到希望了，我要跟你们要签名，对啊，对啊，刚刚。
怀德那个把它戳破了。哦呦，你最辛苦，来叔叔抱一下哈。哎呦，为什么爸最辛苦？因为贝斯这么一大只，你那个这个贝斯不然拿在你身上像琵琶。就寡机了，而且他们因为他们手比较短哈，他还要延展，对呀，他也是好厉害，他这边弹得很猛哎，对对对，还有鼓手，还有鼓手，刚好鼓手很帅，对，鼓手哎，超帅，很帅，听说五岁的时候啊就已经是拿到世界冠军了，超强的，天啊，你们这一团不得了啊，表演非常好，现场我要给他们再表演一段，他们那个新歌对不对？叫帮助，为什么叫帮助呢？那时候我爸爸有带我去，就是地下道，我看到很多流浪汉，然后就很想帮助他们。所以写的有爱心，对呀对呀。你看我们现在帮助别人，搞不好将来我们变成流浪汉。对呀，大家互相帮忙。哎，对，帮我去做多少吧？去。帮助大家，这是一个互助会，互助。我们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在地下点，希望到时候丢一点。阿米老师他那个点啊 ，note 都很准，很厉害，很棒。来，你先 solo 一段，我看看最厉害的秀一下，随便一边乱弹。你也忘记了是吧？对啊，叫唐婉。唐婉的哦哟，好可爱，就老就说很棒，他拍的很不一样，好厉害。来帕过来，来来来来 solo 一下 ，solo，let's go。这是最快乐的，搭配一堆银铃般的笑声，对，好开心哦！来现场演奏一下他们的单曲，帮助，好吧，帮助，来。我们要多想想好的办法，要鼓起勇气去协助他人。恭喜过关！